田盼久。资料照欧新社。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大谷翔平平野家寿都已早到大联盟新东家。33岁的下沟投手牧田盼久日前申请入闸，却仍未找到美职落脚处。不过今天传出好消息，就是有意签下他。牧田本人目前已经前往美国接受体检。牧田盼久以下沟投法闻名，曾入选2013-2017年两届经典赛日本武士队，近两年成为西武牛棚主力，今年出赛62局28次中继成功，防御率230。牧田在12月11日透过入闸制度挑战大联盟，交涉期限达一个月，最晚必须在1月11日早上6点前找到新东家。据体育报之报道指出，就在距离截止前的一周，牧田盼久与教室达成协议，已经飞往美国进行体检，整个程序已经进入最后阶段。